大家好啊，这个就是我们公司 LMS 系列的智能型太阳能控制器。首先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就是充电指示灯，这个是负载输出指示灯啊，这个是三个按键啊，功能十字键三角方相间，这个就是液晶显示屏啊，主要的显示区域，这个 USB 输出给手机啊或者数码产品充电啊。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怎么连接啊，控制器首先一个连实施原则就是要必须要先连接这个蓄电池啊，控制器上这个外壳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标识啊，中间这一组就接蓄电池的正负极啊，注意极性不要接反啊，红丝线是正啊，黑丝线是负啊，右手边这一组就接负载啊，最左手边这一组就接太阳能板啊，一般我们最后是才接这个太阳能光伏板啊，然后红丝线是正，黑丝线是负。好，接下来我们就接上电池。接上电池之后呢，控制器就开始开机工作啊，它会显示一个1230的编号。12呢，就是它识别到这个电池电压是12伏，因为我们控制器呢是12伏、24伏通用的啊。30呢，就是控制器的一个最大工作电流，就是30安。好，然后连接上电池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一个 B 开头的，就是一个控制器检测到的当前的电池电压啊，这里是一个电池电量指示，包括电池电压啊，类型12伏的，这里是我们一个公司的 logo 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接上太阳能板啊，我们现在用5A电源来代替，方便观测它的充电电压以及充电电流。好，我们打开5A电源。打开5A电源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充电指示灯就已经在闪了，在亮了啊，就说明控制器已经开始给电池充电。那么开始充电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充电电压。控制器检测到的充电电压是在15伏左右啊，我们5A电源也可以看到是在15伏左右啊，稍微有点误差。这个 C 开头的这个就是充电电流啊，这4安左右啊，控制器这里也是4安左右啊。再按一下功能键就可以切换到另外一项那个实时参数啊。这个 H 这里呢就是一个控制器的工作模式啊， H 就是表示手动啊，有个图标 mode。再按一下就是一个放电电流 L 开头的，因为现在负载没有打开，就相当于控制器也没有供电给负载。所以呢，它的放电电流就是0，我们试着打开负载一下，手动模式下按这个上方向键就可以开关负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负载的放电电流是0.4安，再按一下关闭负载，它这个灯也就灭掉了，然后电流也就是0，我们再按一下切换到下一项参数，这个就是一个充电电量的累计多少瓦时。可以看到这个目前是0，因为我们控制器刚刚出厂，所以充电电量累计是0。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再介绍一下这个控制器的参数设置，包括工作模式包括一个其他参数设置呢。控制器这个设置呢是比较简单的，就是首先长按这个设置键，长按之后呢，它控制器的液晶屏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有图标在闪当前设置的模式参数呢是工作模式，那么它这个 mode 的图标就在闪，按这个上下方向键就可以来回切换这个负载的工作模式这个控制器呢有5-6种这个工作模式可以设置具体的大家可以看产品手册。设置完工作模式之后呢，我们按一下功能键就切换到下一项参数设置这个就是一个电池力量保护电压值的设置，那么也是图标在闪，那么我们就按上下方向键来切换调整这个参数。调整完之后呢，就再按设置键，它就又切换到下一个参数设置就是基本上就是直接按这个功能键它就会一直切换你要调整哪一个就切到哪个图标在闪的时候用上下方向键去调整设置完之后呢，我们就不用管它了，它过了几秒钟之后呢，它自动就会退出
保存啊，保存你的试制，这样子呢，那整个控制器的功能试制呢就是这么简单。好，接下来我们再演示一下 USB 5伏的充电啊，这个 USB 呢就可以给数码产品啊，手机啊之前来充电啊。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啊，用 USB 线啊插上这个控制器啊，大家可以看到手机就已经开始在充电了。就已经有反应了，那我们把它拔掉。那么手机它就不充电了啊，大概整个控制器的使用就是这样子，谢谢大家。